Good morning, everybody. Welcome back. It's exercise time again. And before we begin, we will do some simple breathing exercise.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我们接下来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邀请大家做一些深呼吸，还有5分钟的静坐。 And we will also do 5 minutes of sitting meditation. Thank you.
现在呢，慢慢的把我们的眼睛张开，继续的深呼吸。好，把我们自己呢移好一点，坐稳在椅子上。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先开始转我们的头向左边，然后回来中间，然后右手边，然后回来中间，现在往下看，慢慢回来中间，往上看，现在慢慢回来中间。我们现在开始做一些热身运动，现在呢，把我的肩膀呢慢慢的挪向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同样的，我们的手也可以放在旁边。来，现在我们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呢，我们要深呼吸。当我们呼吸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双手呢延伸到天花板，来开始跟我深呼吸气，很好。现在我们慢慢的呼放下来，再来多一次，深呼吸吸气，很好。然后慢慢的下来，再来多一次。这一回呢，在吸气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双掌呢向天花板，连手十只小指头抓住。好，再来多一次，深吸气。好，然后我们抓住，延伸。当我们延伸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呢要动到我们的手臂，就是我们延伸的这样。对了，越高越好，越高越好。对，我们的耳朵呢可以动到我们的手臂，脸部带着微笑。我知道啦，有一点酸了哈，不过不要放弃，我们还是继续的延伸。然后我们算一到十好吗？我们一到十，我们就用华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我们现在用广东话，来，我们一起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要放下来，我知道了，不要刺舌了。我们现在用海南话，你们会吗？来，我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了好了，我们现在的慢慢放下来哈，不要太快。当我们放下来的时候呢，感觉到我们的肩膀有一点酸痛啊，这是好事哈。这个呢，有时我们晚上睡觉枕头放不好呢，这个脖子呢会有一点酸痛，所以我们可以每天的可以做这个运动呢，可以对我们的脖子跟肩背比较放松一点。好。
好，我们刚才做完了我们的头部跟我们的肩部，现在我们要做我们的手部啦。我们做我们的手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掌上向天花板，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先进去，然后中指、无名指、尾指，好吗？再来做一次哈。对了，很好，再来做一次，很好。现在呢，我们就抓紧放开，抓紧放开，抓紧放开，非常好。好了，现在我们的双手呢就要这样做，甩甩甩，很好。现在慢慢的向天花板，好，慢慢的下来，再来多一次，好，现在回来中间，非常好。现在呢，我们的椅子上坐稳，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脚了。当我们做我们的脚的时候，先从右脚开始，就把我们的脚沿上来提高，然后转。对了，你听到吗？咔咔声哈。换方向，非常好。好了，换回来。现在轮到我们的左脚了，哇，我自己也是有声音啊。来换方向，非常好，回来。现在呢，双脚一起上来，下来，上来，下来，上来，下来，很好，再来继续哈，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我们的手跟脚在一起，好吗？就我们的手延伸，这样抓回来。这一个呢，手肘的弯，不要放下来，就要直九十度，好吗？开始，回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脚、我们的膝盖哈、有一点酸痛，还有我们的肩背也是会有一点哈。好，我们呢现在呢开始再继续的深呼吸。好，我们现在呼吸的时候，我们的手要转一个圆圈，这样吸气，很好，再来多一次。吸气，再来多一次，吸气，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呢休息五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现在呢，你们可以去喝水啊，也可以，好吗？我们五分钟后见。好，我们继续的从这个脚开始哈。记得若是你不可以的话，一定要抓稳。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做这一边呢，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平衡力非常好。所以呢，可以站直，
左手呢可以抓住椅子上，你不要抓也可以，喜欢你。若是你站不稳的话，你一定要站住哈。好，现在怎样做呢？把我们的右脚提到这样，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我们做另外一边呢。好，站在右脚上。好，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放下来，恭喜你，两边的平衡力你们都做了很好啊、哦。现在我们要做后面呢，怎样做后面呢？就是抓住，从我们的左脚开始。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呢，站在右脚，好吗？准备了没有？好，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全部完整了，全部都做好了。现在呢，我们坐下来，深呼吸，然后我们再休息多五分钟。现在呢，我们坐下来，深呼吸。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心脏呢跳得比较快，有加速啊？好，继续。很好，再来继续的深呼吸。非常好，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在又回来了，继续第二阶段。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手呢放在中间这样，然后抓住我们的手哈，然后我们开的时候呢，打开的时候我们要吸气，看看哈，一，很好，把我们的胸打开，然后回来，再来这一次，非常好。再来做一次，很好，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呢？90度哈，不要这样，而且呢，我们要这样，尽量的提高。再来做一次好吗？很好，非常好。现在呢，我们要加我们的脚呢，我们的脚要怎样做呢？就是把椅子呢坐稳。现在呢，我们的脚这样打开，对了。回来，再来做一次，打开，要感觉到这个地方呢有被拉根。好，现在手跟脚在一起，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哇，有没有感觉到这里一点酸啊？不用紧啊，就是呢，要拉筋。现在我们要做第二个不一样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脚跟手要联盟一起哈。右手呢，先向这边。左脚呢就像这样，好吗？再来多一次哈。现在呢开始，回来，对了，再来，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非常好，换方向，坐稳，好，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深呼吸，你们累吗？不累的话，我们现在再继续。现在呢，右手右脚哈。现在我们开始先用我们的右手，请看看，就是这样，一回来，二、三、四，好吗？开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记得我们的手肘这里呢，不要向下，要往上哈。现在左手，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非常好。现在手跟脚在一起，看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继续，我们在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非常好。恭喜你们现在做了两边都做完了哈。好，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抄，怎样抄呢？我们双脚跟双手呢就是继续这样坐住椅子上哈。其实呢做这个抄的时候最好是站起来，但是呢我们现在先开始坐住的好吗？好，现在双手放住，准备开始，很好。非常好，继续。对，我们继续哈，很好，不要放弃。累不累？哇，继续继续，不要放弃。对了，我们继续的做，不要放弃。哇，好累哈，哇，好，现在慢慢的放下放松，哦，很好。我们现在深呼吸多一次哈，来开始。再来多一次，深呼吸，再来多一次，深呼吸，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thank you for following us on Facebook and don't forget to click like and subscribe. Do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later at 12:30 for mindfulness at lunch.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ok forward to see you again. Bye bye.